领这么一个小小豆腐房，敢写家藏万卷书，岂有此理？丞相不高兴，再一看这副对子，看完了一瞧横批，心里更生气了。大快文章，胡说，豆腐房吗？应当写大块豆腐，怎么会大块文章呢？可恼可怒。曹安，这个曹安是底下人投了当银马，相爷一叫鱼，赶紧滚鞍下马，伺候爷什么事？赶紧到豆腐房问一问，这幅对子什么人所写？把对子给他夸吃下去，把人锁来见我。是，主人多大，奴才多大。呵，乐舞扬威奔豆腐房。曹安往这儿走着，相爷一想，哎，曹安，等一会儿。是，伺候爷什么事？我想想。自己一琢磨，我要让他去，把对子夸吃了，把人锁来，人家有什么罪了？即便我能判他罪，大伙儿都得说我仗势欺人，以官欺私，以大压小，我不能落这个。一想，有嘞，嘿，这对子我让他自己夸吃。对，哎，曹安呐，赶紧的打道回府。是，打道回府，回到相府，到了书房，曹安打洗脸水，漱口水，漱洗已毕，坐下喝茶。相爷这么一想，这幅对子怎么办呢？不让他明夸着，哎，有嘞，我让他这对子骂题，他自己就把他夸吃下去了。门对千棵竹，你好家藏万卷书啊，你要看不见竹子，你怎么家藏万卷书啊？对，丞相想到这儿，曹安啊，伺候爷，赶紧的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，挑水的赵四，门房的老刘，连你们四人到后花园拿刀子把这竹子帽削下半截去，接着墙都扔出去，由墙外头往墙里头一颗竹子看不见为止，快去。是，曹安也不知道什么事，赶紧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，挑水的老刘，门房的赵四都找着了。来呀，赶紧的跟我削竹子。大伙儿拿刀子嘁着咔嚓嘁着咔嚓。曹安心里也埋怨，花把式王三也埋怨，这是什么事啊？大年纪不让我们休息休息啊？你这玩意儿没事给竹子剃头玩干嘛用啊？这个还接墙扔出去，嘁着咔嚓，稀里哗啦，嘁着咔嚓，接墙都扔出去了，削了半截。然后曹安来到书房，跟爷回，这个竹子已然都削下半截去，全扔出去了。打外头还看得见吗？看不见了。去到豆腐房看看，这副对子夸吃下去了。爷，您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刚才看他那副对子可气，门对千棵竹，家藏万卷书，他家里有一万卷书，一个小小的豆腐房，我要让他咔哧下去吗？归为我，以官欺私，仗势欺人。这个呢，我把这竹子帽呢削下半截，让他打外头这么一看呢，一颗竹子没有，他门对千棵竹和家藏万卷书啊，他门对墙头，他怎么家藏万卷书啊？你去看看去。是，曹安赶紧的就往豆腐房跑，跑到豆腐房这儿一瞧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呀？赶紧往书房跑，跑回来跟爷回，对他夸吃了。他没夸吃啊，不单没夸吃，他又多出俩字儿来，多拿俩字，一个短字儿，一个长字儿。啊，那怎么念呢？念着还挺好听，怎么念的？门对千棵竹短，家藏万卷书长。丞相说啊，嘿，岂有此理！我这竹子短了，他这书倒长了，
这是怎么搞的？什么人写的？什么人写的？我得说明白了，还是谢晋写的。他怎么又添这么俩字呢？是这么回事情。他不是贴完了大门口这副对子，回到屋里又折腾去了，什么春条啊，抬头见喜，出门见喜呀、啊。写着写着，这孩子忽然间一想，嗯，我这副对子词儿这么好，那甭问，门口啊一定围着人看呢。我看看去。小孩好奇，开个大门一瞧，哟，一人没有。本来嘛，这对子多好，人也不至于围着这大门看呢，又是一门新的对子，人打这儿路过一看，门对千棵竹，家藏万卷书，大块文章，嘿，斗房有能人啊，这对子很好，也就过去了，哪能围着人看呢？这孩子一看没人看，哟，我这副对子词儿不好吗？一个人没有，哎，怎么这竹子也没了？一看地下扔着好些竹子，这还不算，大桥里还往外扔呢，稀了哗了，稀了哗了。竹子帽这么长，为什么往外扔啊？门对千棵竹，家藏万卷书，这对子我骂题了。门对墙头，家藏万卷，那不像话呀。哎，这是怎么搞的呀？心里头很纳闷，自己又一想，哎呀，常听人说，大人不见小人过，宰相肚子有海涵。听说这个丞相心狭两窄，苍蝇心蚊子胆的丞相，哦，大概其趁着我拿他这竹子为题来了个家藏万卷书，他不高兴了，把竹子帽呢削下半截扔出来，让我这对子骂题，门对千棵竹，来个门对墙头，家藏万卷不像话，嫌我这副对子，让我自己把它夸哧下去。他要让我夸哧下去呢，他是仗势欺人。嘿，好啊，哎，现在我要把这对子夸哧了，万事皆无。又一想啊，嘿，我呀倒逗逗你这曹丞相。丞相丞相，我出个坏主意，我要不让你这竹子连根拔，嘿，我就枉活九岁。自己回到屋里头，写了个短字，写了个长字，刷好酱子，上联一个下联一个贴上之后，叫他爸爸。爹爹，怎么哎，年底些咱们这做豆腐炸豆腐用的柴火不够吧？现在买不着呀。嗯，是啊，对门丞相知道咱们这个柴火不够，把这竹子帽削下半截来送个咱们家里烧火。你别胡扯了，像爷那么好的竹子能够给咱们烧火？嗯，您不信您出去随我看看。到外头一看，稀了哗了还扔着呢。我真的，往进抱呗。爷俩一抱一抱往进抱，好，把这个小院子堆了一个大竹子垛。哎，你说相爷这么好心眼儿。小孩一想，嘿，好心眼儿，你知道我这祸惹得多大。竹子抱进来，咣当把门关上了。他们爷俩刚关上门，这曹安到这儿了。曹安这么一瞧，赶紧回复相爷。相爷一听，哦，门对千棵竹短，家藏万卷书长，我这竹子短，他这书倒长了啊。这东西可恼可怒，越想越生气。